全部人，你们只是要想念一个人吧？哎，我不要辛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一个还是有到香港的，不用着急。哦，我忘记了。还没有到香港的嘞。还要放好了呀？要放哪里放好了？你的 passport 是那边才要用到的、啊，因为本身哦。哎，我记得以前每 KFC 那边有一个大飞机嘞，那 KFC 大飞机，然后它是 playground 来的。哦，我记得。很喜欢那个，但是我好像我也没有去过那边。我爸爸讲，不要去，去什么？跟着去餐厅，哈哈。小时候就这么可怜，没有得去美高玩。哎，可是以前那种诱惑力很大。很大，那是我的天堂。大，那里大就没有人进去了。是。那个是小孩子的优先权 ，priority。我不想念。I'm crying now. 接下来就是新年二月对吗？好，二月是不是在等三个月？两个多月。为什么要走 ？OK， 走。需要塞耶娜啦。没有爸爸。那要休息了。那就可以了啊。早睡早起，精神好啊。以后原来住人家这样子，早睡早起精神好。都是梦啊，哎，又是梦，坚持坚持。拜拜，再见。哎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We will see you so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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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要等啊？没有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就在这里永别了，不是永别。我要现在去那边去飞了。就开始看 Cherry 的翅膀长出来。嗯。你会剪 iPhone 吗？是啊，所以啊，我讲。好，拜 Cherry。Manduai pesawat Odi 306, Odi 306 ke Denpasar. Sekarang setia untuk lepas melalui transisi. Sayonara. Terima kasih. Manduai flight Odi 306 Denpasar.嗯、为什么他要离开我？说话来对情侣，哪里哪里？不要啦，我觉得冒犯了我的隐私，很想转镜头转不过，不要了不要，真是很有隐私哎那种。OK。可是我觉得他的关卡设那种地方很奇怪，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送人。哦，也对啦。可是也好了，他这样子弄到那个分离很，很不会很痛苦。对啊，对啊。好看。嗯。